虎扑7月18日讯，据 NBA 记者 Sham Sharania 报道，联盟消息人士透露，猛龙和马刺认真讨论一桩以科怀伦纳德和德马尔德罗赞为中心的交易。由于时差关系，现在美国是凌晨，大多数人都在休息。Hoops Hype 记者 Alex Kennedy 随后更新了自己的推特，并调侃了著名记者 Adrian Wojnarowski， 如果 Shams 今晚爆出马刺与猛龙的交易，我就再也不用睡觉了， Kennedy 写道。